2013年10月10日，浙江横店，郑爽片场拍戏，拍完戏的郑爽飞奔去洗手间，慌忙中忘记等待助理陪同，等待助理追上后赶紧放慢脚步，显得有点不好意思。陈乔恩因为憋尿引发肾结石紧急住院，陈乔恩不爱喝水，不爱吃青菜，又怕耽误拍戏进度，经常憋尿，结果长时间下来就憋出了肾结石，接受震波碎石手术去除结石，尝尽苦头之后，陈乔恩表示再也不敢憋尿了。在云南大理拍摄《倩女幽魂》外景时，有洁癖的大 S 每次想上厕所，一想到大陆的卫生习惯，又全都憋了回去，搞得肠胃不适，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肚子大便，最后要返到台湾才能舒畅的方便。一想到美容大王原来曾经满肚子大便，爱美的美眉们是否有些恶心呢？蔡依林在娱乐圈素有尿频女王的称号，她曾在演唱会前一分钟急着赶往洗手间，把现场的工作人员吓了一跳，尿急生智的蔡依林来不及冲回后台专用的化妆间，直接在舞台旁边的休息室用胶带解决问题，引人浮想联翩。范玮琪为拍戏经常憋尿一整天，后来还不幸患上膀胱炎，甚至在上厕所时出现血尿，服了药物依然疼痛不止。看来当明星真的不容易啊。黄燕拍摄某广告片间隙突然浑身发抖，紧咬嘴唇冲向门外，未曾想王燕出门右转三步上楼冲向女厕所，王燕全然不顾冲出去解决一下，可见尿急这事真不是一直能控制。刘若英走红后片约不断，她三餐不定，常常憋尿，外加长期服用利尿剂替脸蛋消肿，日子一久胃和肾出现问题，不时传出在工作中昏倒或生病的消息。